宋明峰啊，你若真正还佫有做人老母的毅力哦，你著乖乖签字，互咱两个囡仔有一个清气的空间，尤其是子孙，遮若无，你莫去孝顺阮林家是省五年啦。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，做袂到，妈妈做得到。敢讲你真是爱子孙，第一日后，搁为着迄个咧关系咧痛苦。你是不是有去子孙的背包？你是不是有看到我跟杜光良在那起冤家？妈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伊的话，伊对我足怨恨的，所以伊的话，你啥了我袂讲的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伊讲的话啦！你讲到嘴甲全破，拢是在找借口。在子孙动手术的时阵，我已经在病院的祈祷室内底听到你甲迄个杜光亮讲的话啊！妈，我唔管你有听到啥，迄拢唔是真实的啦！我嘛是因为杜光亮伊怨恨我，所以我一个起俩讲。我的话，我嘛啥了也袂乱讲。啊，当初我到底讲啥？我早都袂记啊，我袂记啊嘛。我拢已经去验 DNA 啊，你搁要伫我面头前演到啥物时阵啊？此事到国庆，一点仔血缘关系拢无。我疼痛三十年的孙，挂在这个份上，我再用这张空白支票买断你甲子孙的血缘关系。你若真正为着子孙好，签结束跟签签的，支票摕来就离开啦。妈，我求你，妈，我甲你磕头，我求你啦，妈，我求你啦，可是我也袂答应你啦。你家己恶行遐尔多，毁掉我对你的信任甲亲情。是我自己好多自私，家一个好好的家，无到今仔日安尼啦。所以，我伫个我要死之前，一定要替恁家，把恁这歹查某除掉。阿强，你即摆唔肯签切结束，袂要紧，到时阵，你若卖管要绝情。妈，妈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莫安尼做啦。你安尼做，子孙嘛会知影国庆唔是伊的爸爸，到时阵伊一定会足痛苦的。就算是安尼，我嘛要替子孙，甲你这个囡仔会拖累伊的唔吃老母，做好你。就算到时伊一定会伤心艰苦，迄嘛是一时的。你若是真正有替子孙咧设想，你就应该离伊远远，莫阁出现伫伊的面头前。也若无，还不如。让伊知影伊的亲生老爸，就是迄姓杜的，迄才是真正的阿姨。喂，绝对袂，这个秘密我已经守三十年啊，迄绝对袂变空的。我一定会把这个秘密拿伫我的巴肚内，我一定会把这个秘密藏入去棺材内底。妈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切断我跟子孙的关系好无？安尼我一定会生不如死。妈，林子深真正是我的后生，我有惊，阮杜家袂绝子绝孙啊！你放手啦！我不会放，我不会放手。我若放手，你回去了后，你一定会想尽办法，把我甲子深拆好分开，甚至你和我连朋友都无法度入去。我不会放手啊，妈！敢唔免啊？你家己会拖累子深。哪有人做老母的会当这么自私啊？你给他放手，我不会放手啊！叫你妈，妈我你。
你小心来一下，我先开医嘱，我叫人来倒沙缸。好，宋凌峰。竟然讲子生不是我的后生，你敢骗我？卖子生，子生叫得遐尔轻啦，伊不是你的后生啊！杜家林讲话我拢有听到啊，这林家的我上亲嘴承认，子生的老爸姓杜，也搁有，你甲讲这个秘密，你要藏在巴肚内，让烂，这话我拢听到啊，卖搁讲白杀啦！那呢？你倒去找子孙讲，害伊妹妹，规个人生差一点仔放弃，为伊的心头堵一道黑人，就是伊的亲亲爸爸。你看子孙，伊会做甚物反应？伊会规气了讲，甚至伊会把家己杀好死的。你若不相信，你倒试看卖啊！子孙无愿意搞小弟。好啊，那安尼我就归去，拢总在好吵。等下我就报警察，讲人是你对顶管扯落来，我就是证明。我看子生以后，敢个会愿意认你这个老母？你也袂讲，是阮大家，伊无啥物搬落来，不是我甲伊扫落来的。你这小傻婆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搁对我起脚动手。等下我就真正报警察，照安尼讲。无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甲你讲，你想要甲子孙相认，迄是无可能的，因为伊即马上万分的恐惊，就是你。我敢唔讲，我即马就要甲伊相认。我通啊倒倒啊来，等你慢慢化解伊对我的误会，我才来甲伊相认啊。安怎？唔听答应？那我现在就报警察。伟爷，我不准你报警察。哪呢？你至少要让我回去林家。你要回去林家？那你这条巴桑就应该解决蛋杀了。你现在在说啥？你想看看，这条巴桑什么事都知道，万一你若是精神过来，把真相拢讲出来，死到唔呐，你无法度回去林家，含我所有的计划嘛拢会去了了，所以一定要甲解决蛋上。你到底是要做啥？我拄则不是讲过了，什么啦？我不准你去砍掉阮大哥！你这个小杂毛！我唔管你要做啥，我就是唔知你去砍掉阮大哥。你都参照我的亲生妈妈同款，我死都袂让你去伤害伊的。人已经要甲你扶起来滴水啊！你即马去对伊遐尼有心意啊，我是足感动的。卖去假啊！随在你安怎讲啦，总讲一句，你卖少受叮当着我出来的人。啊，若无，我嘛报警察，讲你要抬阮大家，让你搁倒去落下来。到这就好，病院你不用去。你是在说什么笑话？不是你叫我救这个欧巴桑的？是啊，就是我啊，所以刷下来救我们大家的功劳就要算在我的头壳顶啊。你是白人白啊，还塞在那做啥啦？紧走啦你！我若是无法度规章好好回去林家，你刷下来的计划也不用少想啊。恁爸今仔日就配合你一摆，啊！不过你上好的，赶紧消毒阮囝对我的误会，也搁有制造机会，予阮爸仔囝培养感情，知无？天公伯，我求你，
求你阿妈会当平安无代志，会当回来甲阮团圆。阮林家袂当失去伊这丛大树。我宋立宏，我愿意将我的血收，给阮妈。只要妈会当平安无代志就好。你讲的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这小查某，阁真会演戏。丫头三笑有心明，就算讲你是虚情假意，你嘛等于是咧甲天上抓。你确定？你有才调想受效果？阮妈即马当咧生死关头，你这个赵秋起走来，是要纠缠阮妈的手术失败是无？妈出意外。我通知阿姊过来，敢袂用的呢？阿姊嘛是妈吼上要紧的人啦。你若阁骂阿姊吼是扫秋千，我着为遮吼甲你赶出去。阿姊，是的，我因为受过着紧妈的状况，所以我为这三日我袂乱讲，请你莫放伫心肝内。我拄只有听你讲。你愿意切血就好嘛？你也知影，你安尼等的是在甲天交换条件。你敢真正唔惊的？咱妈若平安出来，就随我你入去。那真正是这种的结果，我当然嘛愿意承受啊，只要妈。会到平安无代志就好。坦白讲，我感觉足奇怪，妈明明就靠袂住，你会当离开林家，愈远愈好。谁那会这样子啊？拄好啊！妈出代志的时阵，才拄好你救着。你早上都离开林家，你是最近才干嘛？还跟我过去联络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为着林家，我尽心尽力付出一切。过去都免讲啊，你讲啦，看我的子孙，看我的子头，因拢这么啊优秀，你都知影。我对林家，我付出偌济心血，连妈拢看在眼内。你讲啥？你讲妈，甲你对林家所付出的心血拢看在眼内是？刚刚不是因为妈即马倒伫内面，无材料甲你用，所以你才敢这么放声？啊？这两个啊，妈叫我做伙去再拜阮爸，伊甲我讲。这么贵的人家，已经把你这个不孝媳妇，骨架用要弄给算。伊搁甲我讲，你卡袂着，就讲你有替人家生一男一女，讲你有偌辛苦，拄偌辛苦，讲你好处偌济，拄偌济，拢一利用这个甲讨功劳，敢无？无我问你，你这么敢向你就坐？我讲的话完全都不是事实。